简单了，就是来宾在十分钟之内呢，不受干扰，一边跑步呢，一边吃完十道菜，就可以获得10万块奖金了。这么好看哦，好厉害啊！跑步呢，要在这个跑步机上面跑。是。而且呢，我们会依照时间的方式呢，来让这个快跟慢来做一个调和，越跑越快。对对对对 对, 对。但是呢，绝对不会让这个参赛者这么轻易的就拿到10万块。对，你看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这十道菜，来，十分钟怎么可能吃不完呢？对啊，我就这样吃，吃完就变这样子了，啪，啪，好丰富，肚皮舞。对，所以呢，应该是有可能吃得完，但是呢，游戏规则不会这么简单放过你。没错，好，就是要有一些周边的干扰呢，会干扰到你，可能没办法吃东西的。想不到的感觉。对，好，但是第一位特别来宾呢，来掌声欢迎一下屈中恒先生。好，食神界第一把交椅。欢迎屈哥，屈哥好，屈哥好，屈哥，屈哥，这个你本身应该也算是吃的蛮多的一个人嘛。还好。对，我食量不算小的。不算小哦，但是今天为了10万块来，是因为最近手头不较紧吗？还是你怎么知道？真的，其实我也想报名啊。我为了奶粉钱，所以今天就啊，对，奶粉钱，恭喜！没有啦，屈哥最近还刚接了一部很好看的戏，叫《南丁格尔》。哦，昆达在里面有，昆达在里面对手戏啊，打一下。对，两位有一起合作戏，有合作什么？那来拍戏的时候呢，最常遇到就是吃便当的时间了，对，放宵夜。屈大哥吃东西数量多不多？嗯。吃的数量多不多？对，就你观察。还好，一个啊。因为如果能不吃的话，是，我是尽量不吃便当。不是，屈哥是为了要今天，从那天开始饿到现在，有没有？为了今天吃啊。对。所以就为了今天的10万块来强暴自己的肚子就对了。对，算是强暴了，因为你要让自己要快速吃完这几道菜。对，没错。那有没有信心呢？哈，屈大哥。没有，对自己还有一些信心呢。10万块 ，OK， 不是个小数目哎。是，来，屈大哥就定位置啦。就定位。好，待会呢会有一些状况出来，那你就不要管它，好不好？依照你的意志力把这些小菜吃完了。屈大哥不要紧张啊，你想先吃哪一道？对，从哪一道开始？自由选择了。对，因为有两位小弟呢会帮着你端菜。米糕。好，屈大哥要吃的第一道菜是米糕。对。好，来，那个跑步机即将快要开始了，一开始的速度呢是以慢为主啊。对，用走的。昆达压一下速度好了，好，开始压了啊，来压，压上就可以了。好，哎，开始了，好，现在速度呢是非常的慢的，好，开始吃了，好，请出来第一位，开始，时间开始，美女，哇哦，两位观众，哇塞，对一个结过婚的大哥呢，应该屈哥不受影响，屈哥要个卫生纸啊，体操辣妹，哎，这样反而吃得更开心，非常的爆笑，哇，波涛汹涌，绵绵不绝呀，风风相连到天边，哎，这根本是一种享受吧，对啊，好，完全不受影响，请退，下一位。该加速了，坤达。该加速。屈中恒大哥呢，一边吃呢，还可以一边看，真的厉害了，蛮享受的吧。对，下一位了，嘿呀，师傅来了。屈大哥，但是呢，除了欣赏节目之外，还是要吃啊。现在表演的是躺钉床，哼，哎呀，会出人命了，哎呀，啊，好恶心啊，不要闹啊，哎呀，没事啊。哎呀，没有开肠破肚啊！还要怎样？还要吃啊！哎呀，屈哥，时间快了！他不是要表演那个？不要闹啊！吞剑，锁喉功啊！啊！哎，人在吃东西，不要闹啊！哎呀，出事了！完了！哎呀，铁喉折肝哦！啊！哦！哎呀！哇！掌声鼓励啊！下一位，而且完全不受影响。对，哇，哎，有速度变慢了。对，屈哥，赶快吃，屈哥。来，速度调快了。现在表演的是人工真奶。好，第一道吃完，换第二道，寿喜。屈哥，时间快过5分钟了，屈哥还不吃，第二道好，谢谢啊，下
下一位。Oh my god！ 哦，太夸张，太亏了。没吃我都想吐了。哦，哎，太厉害了。哦，go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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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是钢管辣妹。Oh yeah. Oh good. 哇，摄影师毛起来拍啊！摄影师太阳毛起来扭了哇！哇塞！哇，摄影师跳起舞来，婀娜多姿啊！哇，还拉近了我，然后 close 拉。哇哦，我的妈呀！哦耶！妈妈咪呀！呀呼！哦耶！别呛到，别呛到！要噎到！哦耶！哦耶！哦耶！噎到了！哎，现在速度越来越快了，速度越来越快。来了。好，瑜伽。好，这个软骨功呢，看看我们屈大哥呢，还可以顺利的把这十道菜吃完吗？哇，现在已经吃完了几盘了？三盘。哇，我们的妈妈也是厉害了。哇哇，再速度再加一点。半，大武力。哦，妈妈厉害。好酷，我哥。哎呦！怎么可能？软骨功到了一个最高的境界，换脚了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哎，第四道，蒸蛋好吃，蒸蛋，加油，加油！现在屈大哥呢？哎，加速，他的食欲开始越来越慢，哇，而且他开始饱了，速度再加快一点哦，速度加快，哦耶 ，Oh my god， 哦，大法师就你来赢了。对啊，太夸张了，台湾大法师啊！哎，小猪啊，我这我都吃不下去，太夸张了。又是毛起来拍，对，摄影师大哥，千万不要这样拍哦，不好看哎。哦，劈腿啊！哇哇，碰头哎，脚碰头是我一生中做不到的事情哎。对对对，这怎么碰到？加油啊，七哥！哦耶哦耶哦耶！七哥加油！好，下一位，谢谢。时间也慢慢的逼近。好，又是一个软骨功啊！快点，软骨功。Oh my god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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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！哎呀！哎呦！啊！哎呦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失败！耶！到耶！来，徐大哥，这到底是汗水还是泪水？满身汗是怎么样啊？汗水还是泪水？哇，从没想过吃东西这么痛苦，对不对？这是泪水啊！哎，十万块不好拿哎。来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屈大哥吃完几盘菜？吃了五道啦，吃了五道，五道，厉害！第五道没吃完啊。你在哪一个关卡的时候是受不了的？在哪一个关卡的时候是完全受不了的？钢管，我相信。钢管了。钢管，你刚眼睛根本就看着他了。钢管那个。而且我觉得制作单位蛮会安排的，钢管下面安排一个瑜伽老师。哦，落差很大，落差很大。我已经来，擦一下眼泪。哇，但是很可惜，你没有得到奖金十万块。对啊。那你想要再看哪一段？你如果是你以旁边当观众的心态来看的话，你比较想要再看哪一段？当然是钢管啊！这个小变态。好了，那屈大哥呢？现在也不能让你跑回去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旁边先坐着休息，让你肚子好好休息一下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十万块真的不好，真的不好拿，真的。但是呢，接下来这位特别来宾呢，我相信他十万块一定拿得到。为什么？而且不用在短短的十分钟就可以拿到了，在两分钟之内就可以拿到。为什么？怎么说？他主持过一个算是一个大胃王的节目啊，而且他还算是个运动健将，对不对？对，运动健将，他的东西吃怎么样？快，消化也快。快哦！掌声欢迎洪启德。今天来这个单元真的抱歉了，因为你最近减肥成功了，我还让你吃。对啊，对啊。想说这，因为我最近减肥真的蛮成功了，大概一个月瘦了快六公斤。六公斤啊！对对对。哇，教一下小猪啊！
对，那再教一下我，我最近胖了7公斤啊，6公斤、9公斤啊，骗人。可能睡眠时间第一个不够，然后再来你又趁很累的时候去运动。哦，这样消耗特别快，对，而且疲惫对身体也是不好的。对对对，那这样好了，因为你这样减肥嘛，那把那些区大哥没吃完的菜全部吃完，继续吃完。没有啦，我要换食物啦。要换食物，换新鲜的。来来来，今天我知道区中恒要来，我本来想说算，那10万块就给他，因为他有小孩嘛。对，尿布钱。那他既然没有过关的话，我就可以用力玩了。对。而且这个节目好看的进行就是要一定要有个过关，对对对 对，就要看我们洪大哥啊。那后面那个就叫他回家了嘛？没有，马上，人家已经来了，是来是有机会一下。对，这样你过关了，拿钱拿不到，还是要演一下嘛。对啊。对，而且我真的好久没有吃饱的感觉了。真的假的？这句话真的，来这里就对了，来这里就对了。好，马上请洪琦的就定位置。好，来，马上启动我们的跑步机。就定位置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哎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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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辣妹有氧，辣妹举超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哦，哎呦，还要故意拿哟。对对对对。哦。专心吃，哎，加速啊，坤达要加速、啊，专心吃。洪大哥，你眼睛在看什么啊？10万块，10万块，对，10万块，回来呀、啊，10万块，专心吃，钱比较重要，洪大哥，再换比较重要，再幻想，10万块，第二道，还在看呢、啊，钱比较重要，洪大哥，跳两下 ，Oh my god。Oh my god！ 哎，会不会等下休克了啊？会。哎，他最近减肥啊，所以很容易休克，鼻血啊。好，下一组。啊，还有更不会吧？下一组。虎头铡。哎呀！哎，不要开玩笑，哎，天，真功夫。哎呦！金钟罩铁布衫。不要开玩笑啊！这球没有开过啊！给我来哟！哎呦！啊啊！哎！哦！哦！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！哇！气功哎，气功太强了！哎，可以吧？还可以哈！下一代！你们两个先跳十段嘞！哦，老师来，老师来！哦哦哦哦哦！拉肚子，会弹气功啊！啤酒来了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那个咒 ！Oh my god！ 那个咒击！啊啊啊啊！好恐怖！好恐怖！太夸张了！哦，来，速度加快！好，下一位。二爷，钢管大妹，加油，赶快跑！二爷，哎，哔哔，加油！哦哦哦，跟我一起甩呀，甩到哪里去呀？甩到哪里去呀？甩到我家来呀！跟我一起咬啊！跟我一起咬，赶快吃啊！吃啊！二爷，蒙哥不要好多水呀、啊，什么水呀、啊？好多水呀、啊，矿泉水呀、啊！摸摸我的大腿，旁边坐着；摸摸我的大腿，旁边坐着。嘿，摸摸我的屁屁，摸摸我的屁屁，往前迈进。辣妹，摇啊，我真不想看呐、啊，不要再摇了，拜托不要摇，不要摇，拜托不要摇，在干嘛？洪哥，不要跳舞，撑住，撑住啊，洪哥。
没头没头，哎呀，这饮料都喝完了，撑住撑住，撑住撑住撑住，你在干嘛？你在抽签哦？在吗？哎，红哥，红哥，还没出来，红哥，红哥。哎，这是干嘛？哦，又来又来了。哎，他们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干嘛？又来又来了。对啊，想干嘛啊？你们？这个那是珍珠奶茶。Oh my god！ 啊！啊！啊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没有。哎，谢谢。哎，红哥，哇，你真是英雄啊！哎，英雄，洪启仁，你刚刚怎么全部吃了一二三四四盘，离我们十万块还差了六盘，你觉得哪一关是你最捏到的？对，最捏到应该就是钢管之后的另外一个奇另类的钢管。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，他在吼啥？他在抽签。完全不能看，是谁派他来毁灭我？哎，我们的制作，我觉得就是败在那位辣妹，对，暴乳娘身上。暴乳娘，好恐怖哦！气死我！真的不错哎，但是长吃了四碗，给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非常的厉害，好，先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欢迎下一位特别来宾陈冠霖先生。欢迎。演戏演惯了，都是演坏人，所以刚刚他有点怕怕的。对啊，会吗？被剥削哎，但还是要吃。对，我知道，还是要吃，还是要跑。对，吃完就是会有十万块。对，像刚刚前面两位呢，像屈大哥那个洪大哥呢，哎，反应很快，还在。洪大哥呢，还没回神呢。对对对，有两位都没有过关，那我希望你呢，可以为我们节目奉献一下，真的过关，我加油。来，就定位置，谢谢，加油，加油啊，加油！好，马上开始啦，来，启动。Go， 开始，开始。来，请不要。哦，辣妹体操，哦耶，哦耶。哦，举哑铃，看你可以举几下哈。来，继续来啊。这个滚轮啊，哎，这个滚轮是牛奶最喜欢滚的滚轮了。哎哦，对。但是呢，滚起来效果不同啊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滚一下，真的真的，还滚身上了，哦哟！哦，我的天哪！我第一次看滚轮这样滚的啦，最新发行哎！对对对对对，人体滚轮，没想到滚轮还有这么多功用啊！他说：“家人不要走，不要走这。”哇，怎么可能？对，可能第一道先让你开胃的，开胃再推，再推个五下就离开哈，来推个五下，一下，哦耶，两下。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。腰不是很软哈。加速，加速，加速。我来看到 Channel V。Oh my god！ 这就对了。把他抓上去，把他抓上去，跳夜舞，小猪抓上去，对，摇，小猪抓上去，抓着你的屁股往前迈，小猪你敢保证？往前迈进，摇摇我的屁股往后后退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别招？还有别招？还有没有别招？加油！哦，速度很快，现在已经第四道场了。哎，妹妹，这什么？哎，站好，不要受影响，不要受影响。等一下，十万块，十万块，速度还是要加快一点，速度要加快一点。哎，对对对，去吸个油快。
下一位。哦，下一位。哎，在干嘛？干嘛？在干什么？哦哦哦哦。哦，爵士舞，爵士舞。哦，我西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西奇，我西奇。大法师啊，大法师啊。哦。Oh my goodness！ 哎呦 ！Oh my angel！ 贞子啊 ！Oh my father！Oh my mother！Oh！Oh my school！Oh my this is a book！ 耶！哇，他在排英文字母哎。Oh my, I am a good student. 啊，下腰。Oh my, 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小猪刚把英文单字都讲差不多了。哦，卖水果的来了，卖水果。哇，人体削水果机又来了。人体叉鸡，叉汁机，叉汁机。哦，哦。Oh, oh my teacher, oh my orange. 人家唱歌哈，唱一下，唱一下，这次唱一下，唱一下，唱一下。来，信哥，信哥来。对，信哥，信哥，来啦。哎，害羞什么脸？哎，哎，下手。哎，哎，你们乱拿人家头发，戴好。This is English. 哦，哎，来一首，来一首歌啦。啊，下一位。他根本来吃水果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假追购啊！又来又来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珍珠奶茶，终结者来了！这个你赶快走开啊！下一位还在吃啊？走啦，还想喝？还喝？哎，看要看，一定要看！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哎呀！先你要喝下去哦，你要喝下去，不要闹了吧？啊，喝下去！哦，啊，恶心啊！这什么歌啊？杰伦拿的。好，下一组。哎呦！哎，本尊哎，等一下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好像哦，好像哦，两个陈冠霖哎。对呀，怎么可能？你好。好像哦，哎哎，哦，好像哎。对呀。哦，哎，你要表演的是吃吗？没有啊，就。哦，你要先吃蛋糕的。吃蛋糕而已。好，蛋糕而已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好，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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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。喂！这是虫哦。哟哟！小猪！两个长太像，如果你再拿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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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拿了。这样你不要拿，你还两个长太像了。把头擦一下，把头擦一下。那个好像哦。好好，哎，你去旁边先清洗一下啊。谢谢，谢谢两个三个小时。哇，好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好
好恶啊！你不要把虫放头上了。对啊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不是。对对对对，那是你的替身吗？真的蛮像的，太屌了！来来，我们请三位，三位就来宾，欢迎欢迎欢迎！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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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一次的五一九砸盘扣呢，完全没有一个人过关啊！对，哎，来来，我们问一下陈大哥，你刚刚在哪一关的关卡呢？有一些困难。我觉得那个最恶心还是那个珍珠奶茶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那个太恶心，我喝下去了啦，全部都恶，好不好？还有那个胖胖那个美少女跳那辣妹，那个还好，那个什么还好，她一毛没刮，在我面前这样画了画了，对，脸上一毛比那个毛还长哎，脸上油到可以煎蛋，对啊，对啊，白发魔女啪，差点傻眼，但是可惜了。三位特别来宾呢，完全没有得到我们奖金10万块，对，非常可惜。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报名啦。好，谢谢我们徐大哥，还有陈大哥，还有洪奇德，谢谢。